4.11。经过咱们测试，舒肤佳香皂确实是含有荧光剂，但是它不是整个系列都有，只有这一款纯白清香型的。近日，无主测。我们舒肤佳纯白香皂，它的配方中为了调节香皂的一个色泽，添加了有微量的一个调色成分，正常使用是不会对皮肤产生影响的。我们的产品呢，在上市之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一个安全评估和全面检测，并且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对产品质量的一个要求，也是合格合法的一个产品。